掌声亮银，我爱你在他乡还好，妈妈再爱我一次，这势如破竹篮打水一掌，空一人者无敌众，我寡不敌众之势。来看这场比赛，今天的天气近乎完美啊，晴朗的天空在泛灯光下显得更加辽阔，哎呀心情也不错，两队的表现啊不要给我们添堵啊，这的确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比赛，这也是一座非常壮观的体育场。好机会，是个边线球，吴曦，吴曦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及时的解围，他们能形成反击吗？华丽的脚下动作，哎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哈。销魂的跑位拦截更是销魂，球迷们看的都是魂飞魄散，哎呀太销魂了。快攻的好机会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球传到他脚下，应该起脚射门，李万难拥有球权，但是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。应该知道这种传球是在浪费生命啊，有机会打反击，攻到右侧，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，机会，球再打一脚，这球进了，马上进入中场休息时的进球，这个球非常关键。中场拿到球只是个开始，他们凭借着手术刀般的传球配合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。率先打破僵局，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变得更加精彩。上半场的45分钟已经结束了，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，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，但是体制之外双方暂无建树，接下来比赛仍然充满悬念。关于上半场你有何见解？应该说呀，这个比赛战术十分奏效，他们通过反击取得了领先，而且每次发动反击的时候球员们都非常的默契，像老夫妻一样啊，而且相当的坚决，我想他们目前应该不会考虑去改变战术。中国现在要高兴一些，上半场结束他们1-0领先，双方的比拼现在继续，中国还应该像0-0一样坚持自己的打法啊，这个时候球员们专注的程度丝毫不能放松，发起反击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，球在吴曦脚下，非常犀利的盘带，能传出来吗？传中的好机会，门将拿球，直塞，边裁并没有举旗，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？他抬脚射门，潇
萨的进球，扳平了，扳平了，扳平了。漂亮的进球，调整动作非常乖巧。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，今天的战况一定会很焦灼，双方都在拼尽全力，毫不失落。吴曦拿球，吴曦他选择打门，门将经受住了考验，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，确实难度不小。球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，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，这球顶得真好。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，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，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。想要穿透防线，他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大家都期待一脚高水平的传球啊。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们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漂亮的脚下功夫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，球马上要被抢回来。里瓦嫩现在没有退路，时间所剩无几。比赛结束了，中国保住了胜局，这是一场非常惊险的比赛，最终一球决定。